开场直接零10% buff 的概念，但是那10% buff 跑到我身上来了。打他们，哎、欸，好像是20%吧，他们好像是拿20%，也就是他们开场只要拿到20%攻击，他们就有机会一刀；只要没有拿到20%攻击，还给我们拿到，他就等于比开场还要弱。所以如果刚刚你觉得输，其实我就要马上给自己折页。对，你就开始要给东西了。就可能给春泥，甚至要给到冰封。我后面又在蹲哎、欸，尴尬了，48000完蛋。应该跟奶毒类似吧？你的太，你还有太阴可以解，所以应该。太阴就整条后方，就没办法。上在调息之中，近待片刻方可。没事。上在调息之中，近待片刻方可。凉热，你凉热。上在调息之中，近待片刻。如果我没血，是对你按屏风，我也可以。上在调息之中，对，近待片刻方可。所以为什么留下比较多人在用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因为下风很厉害。上在调息之中，近待片刻方可。中间，轻动。有人不动是吧？上在调息之中，动了动。上在战斗中，我这边给你一个龙卷风，他也龙卷风，你要躲一下。给你盾。啊！你出盾了。好吧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我以为我给到自己折页了，我才想要走。算了，对到丐帮其实也不能走。就等于新楼，或者是新楼直接拉个几针，然后太阴多龙卷风，血量不够再接水月或接听风。新楼提升，新楼免推吗？新楼不免推啊，水月免。水月免，新楼反而不免。新楼是免控而已、哦，推跟免控是没关系的，推拉是最强的。可是水一推新楼应该是解最高的啊。对啊，新楼能解，不代推跟拉不代表跟解不解没关系啊、嗯。一拉二推三击刀，从击刀后面都可以。一拉二推三击刀，四晕五定六锁足吧。这样是剑山的控制。不小不小，刘毅青红，双太阴风雨男科，有点难打。上在调息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上在调息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打常见的定理就是轻剑不理，重剑理。对对对，然后打常剑基本上，因为你基本上什么招都可以解，他什么招式你都能解。然后没松蛇再扶摇，有松蛇别扶摇，那会变几刀。松蛇是一把很小小宝剑。他死命的保，我被缴。我操，他把全部招式拿去缴了，拿去保人了。他疯了吧？他没心了。加油，长剑！打死我，长剑！上在调息之中，近在片刻方可。要上。
他跟你一样哎、欸，他会堵长城哎、欸，然后他被剑飞，然后是他死掉了。没有。 我想说，怎么这么眼熟的东西又看到了？被敲。笨。烟面扭开。给你龙卷风，抱着那个龙卷风。 太快乐，这个太快乐。嘘，小哥哥，就聊聊聊聊聊一下。你应该要开个霸，把我们两个一起啊！<笑> 但是我现在没有，求放过这样。我真的去练霸招，我怕你会崩溃。怎么这个人怎么这么菜啊？<笑>他大概要打多久？<笑>被打爆了，伤得坏，我他还没打死呢。<笑> DPS 不熟打奶真的痛苦，是真的痛苦，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抓点。 没事，我帮你打田螺。哦，这个田螺是 PVE 田螺，满装分 PVE 田螺。嗯，看到了，奶妈又大。他开场可能会鬼斧，鬼斧一定得走。他鬼斧一下可能会射到5万，不过分的。手一，防剑飞。没事，我帮你秒，我尽量秒那田螺。 田螺雷甲的，它的鬼斧会再加50%破防。对，雷甲比较防御，千秋比较进攻。我觉得千秋比较好用。尚在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尚在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 下去弟弟。尚在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哦，正是。献祭救人。尚在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尚在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他千叠救。减肥。那剩下。尚在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尚在桥西。 哎，撤撤撤撤撤撤！轻舞，我卡个四角，你小心哦。上好，走，上好。我下圈给。 剑姬，尚在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走了，上。尚在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尚在桥西之中，鬼斧龙。上。有本事追下来。你还真的有点笨死。尚在桥西之中，可以。 为什么？对方已经中招，就让人给他解饶人。没有折页。有啊，我给呢。嗯，你是不是给到自己啊？真的。不知道，我看我身上没有，一直没有看到折页这个效果。有吧？我看一下我有没有设定那个系统。
好像没有吧，我也不知道，算了。哼哼哼哼，我去打奶可以吗？上在调息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你需要救援的时候，或是奶不好、奶不起来的时候，我跟我讲，我再下去。够不着，上在调息之中，静待片。那我要上喽。上在调息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我被拉。上海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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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海桥西，上海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上海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上海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马上后跳。上海桥西，上海桥西。我去。上海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太远了，够不着。上在桥西之中，近在片刻方可。来麦刀，别弄，明哲。上在桥西之中，近在片刻方可。上在桥西之中，近在片刻方可。上在桥西之中，等撑着，我奶麦快死，看，奶麦有点受不了，他们奶麦。上海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上海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给你圈了，到旁边，到旁边。上海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上海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嗯。他们奶妈好像装分小了一些。有吗？我吗？嗯，他把你妈走八万多血。哦。所以我打他有点太大力了。上在调息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上在调息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上在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上在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上在桥西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
剑破没得区，怎么办？你被接一大套的时候，你反应波注意，反应波我会回想办法回来救救你。然后你被剑心，就是你看得到你身上的，就是那个积蓄很两层或三层，然后反应，然后被剑心，我就直接回来下盾。但你要一定要跟我讲，可以吗？走了。太远了，碰不着。尚在调息之中，近在片刻方可。尚在调息之中，近在片刻方可。他剑心我。他剑破啊，不是我，不是剑心，剑破。对，红心。尚在调息之中，近在片刻方可。尚在调息之中，进入片刻方可。直接。尚在调息。我去。反应喽！尚在调息之中，近在剑客方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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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缝接击倒。躲柱子提升三次，然后走出去丢你两个长针，然后躲柱子提升三次。只是单纯用长针的奶。对啊，阿爸用什么奶？我给你握针了，还是有给好吧？我们好强哦，怎么会这样？你说你好强？没有，我们好强。自己讲。你也不会说你哎、欸！哦，是这样吗？怎么能打直接打到晚上？好累、哦。那你要休息了。那你觉得玩起来怎么样？还好吗？就整个路服的样子。好啊好啊，那我等下去开绝格玩。因为那个战场，我都要怕招才死的。不是八刀，如果你有练奶毒，我再来练八刀吧。好，那我要不要就是上在调息之中，进在片刻方可。所以你就好，那我们就上在调息之中，进在。我这边还有一点，上在调息之中，正常来说，如果是我们解日常来说，应该就稍微用一下。他把闪避开掉了，怎么回事？我都还没过去，他怎么闪避开了？那你当扛压可以吗？顺便，对，顺便帮你练一下那个打盖棒。真的不行，再叫我回去。啊！他骗我剑飞！啊！自己个断毒条，你到底什么分段的？怎么会这种鬼招式？上在调息之中。
欸，他长针骗我什么？上在调息之中，近在片刻方可。死嘞，死了。上在调息之中，近在片刻方可。上在调息之中，轻功。上在调息之中，接击倒。给你拳。再见，嘿嘿。上在调息之中，近在片刻方可。我的彗星可以快四万哎，我的奶毒怎么那么乱烂啊？那奶不到几万，满装奶毒都没他奶的多。真好。这就是奶花，奶花就是饮血奇迹。那你要先你要日常哦。爸爸呢？那我去开，去换那个。三十分钟调形。他可以有传说中的除痣伞。没有。你有除痣伞，有除痣伞你也不能用。傻瓜，你又没有他的包包。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还是我们先去打战场。出来开始，我先看一下今天战场好不好玩。有些不好玩。来呀，骗的！真是的。你好不容易在家呢。哎，这个好，云湖天地，最少人的战场。足腻了。我排咯。战场你是耗气猛对吧？不知道，这是他的号，我的没注意。怎么看？哦，看名字。对对对，我是耗气猛。好，那我们可以一起排。Go go go go。过来，我打你。过来，来呀，小飞舞。天哪，战场都这么快，人多真的好可怕哦。人多就是这样。啊，我们要干嘛？就去杀对面就好了。对，杀对面抢旗子，中间会有旗子可以抢。我的不会。没事。上在调息之中，近在片刻方可。上在调息。这边都一定都 PVP 了。上在调息之中，近在片刻方可。上在调息之中，近在片刻方可。没有握着你就最少奶好自己。你等下就疯狂的奶，我们应该会赢。我们阵容超级强。然后这个赢一场，第一每天赢一场，像会多五千威望的，五千还六千威望。没标记呢，放远点。还后跳，奶花你还后跳，不好，好霸道。上！怎么了？对，死伤怎么那么惨重？
我们不是四个奶妈吗？啊，我不办了，我不办了。我有四个奶妈，应该不容易死的。那丐帮别再蹲我了，被蹲的好烦。谁能救救我？我变身，谁能奶奶我？推一手，莫问打死他，我们在平手，我们输了，我们死伤太严重了，被叫。点多没隐身。上海桥西地。对，死了。我们，我们输，我们棋被抢了，人数好多。啊，你敢说？我就要一直从来从打，然后打到你们。对，如果你想要那个威望的话，就是每天最少要赢一场，因为赢一场要送你四五千威望吧，很多，那时候很多，就跟节日差不多。打这个还好熟悉，因为你要一直交代。但是奶花打这个不吃亏，因为奶花是单奶的，所以这个只是奶毒型，不用去奶的。
书，我们要想办法抢中间书才有什么。那中间有一颗棋子，那你 F， 如果你有机会躲到那颗棋子，我们才会赢。大家在四面抢这个棋。上掉了，我上掉了，现在会不会断线？尴尬了，我端，回来。是，抢棋的时间到了。没救了，是吧？我们被拿了两把旗子啊，对吧？直接判死刑。他们在杀死三个女生。我们都是常见，常见在这里面还蛮强。我不知道，其实我们如果没有被抢那两个旗子，我们是要只输一点点。但是我们被抢了两把旗子，基本上，对，就等于我们队没有在断中间，对，都没有出。有啊有啊，有些人爱打战场就是这样，就是过来杀人。但是也不因为路服人多，所以你每场遇对手也不一定一样，因为可能一次会排进好几场这样。对吧？校对。
有啊，有一点点，输就会给一张。这个就这就是战场，然后战场有四五种吧。嗯，我知道，我有跟台服的，但他们都不刷的。哦，对，台服，我有跟过台服的，不刷一次两次。嗯。然后这边是真打。还要吗？打。现在只有八。好像要下赛季了，所以我先换视频了吧。嗯，准备下赛季了。大三零零可以打下赛季吗？有点勉强。没关系，你带我。我带你，好吧。刷个币，有点装就好了。有人名字叫做你的夜话白露哎、欸。真的、哦，我刚刚看到说您的伤害是否太……您的伤害太低。忘记了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陆服、台服都快，台服都赛季末，陆服已经准备要跟了，可能陆服一个月内就下赛季了吧。应该是。希望下赛季台服下赛季初一开始的时候回来。如果现在是。说借补奶号啊。可以啊。嗯，对，但是就看有没有会理你，有难的点吧，很难哦，因为毕竟不会随便乱，你看到有人喊，你会随便借人家吗？刚刚看到有人说喊啊，那你可以喊喊看，我们有三个奶花，别摸了，长不高。上在调息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上在调息之中，静待。他们格子基本上就是开圈就开始抢。他们开圈，然后又停火飞爪，很懵。又是那个龙舞，哇！还给他清，还给他清你呢。一百多只是太浮夸了。哇，清空超快，五毒是谁？上海调息一周。上海，怎么会有太心法？不知道干嘛。太心法，太心法强。就他那个和尚，他好像可以。怎么好像可以一直拉，好像还是一直反的样子，就控制很强。好，他们是不是多常见？那么多风了不是？一叫摔一手，一叫一刀。打死这个残。还没出。我出的时候我跟你讲，这到底不要。妖姬是谁呢？不是一个奶毒，他没标，这样好难打。你在讲谁？啊，几刀，双摔一刀奶毒，十，哈哈，不然奶毒果然还是有一套。那就是一刀，操！接下来怎么加不去？有看到中间有旗子了吗？
对，你看到中间的旗子，就是大家都在抢的。他一把旗子等于25颗人头。对，所以大家都。还没抢到，还没抢到。就是有刚才有一个鹤龟进来，全部都被断，因为我也在抢。那个有个奶毒，他坏坏，把他用走，摔走。别靠近，臭长剑，别靠近我的旗子。里面，哎、欸，他们正三核，机车正三抢旗。注意那鼓，没事，断刀。因为三核那个、啊，三核不受任何的控制。我把那个气球摔走。不要打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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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推着，他妈害我没抢到。被侥幸。我、哦、那个，看那个天策的那个延仓，对的好。别打我啊！别打我！别打我！拜托！拜托！别打我！我都躲到11秒了。他们到现在一个都还没杀到对面，一个都没死。我们杀比数是，我是50比。对的。没有血量之危险。对面奶妈3个。你要握着，嗯？说握针怎样？因为不舍的关系哦。哦，然后跟他都握针，对，大家一直叠，这样就可以一直触发不舍、欸，就会有很多的提振，很多提振就会有很多的长针。对面有毒奶，对面好像放弃了，他们人挂甲了。你可以冲进去杀他们。如果你够狠的话，你可以冲进去杀他们。对，整体不错。大家觉得他们应该会想快点让战结束，所以应该要过来送我。追，花间，追。
他们的装备有些太小了。上在调息之中。看到一个九万血的花间，一个十万出的比较。七成一刀，这三个。放光，好剑心通明，送你离开。我太拼了吗？七成仔细开，抓到，被缴。被八卦，我变身。要摔一摔。1000对，然后你出去好像还在领3000吧，走场会领3000，就是等于你这场会领4000以上。原来是这样，没有啊，你威望没有加很多吗？这哪里有写的？上面自己去算了，明天再让你看一次好了。我记得这个很多，我记得这个不止这样。哦，得到3000，积分1000。哎，他是赢站街里，他是选 PVP 装，没有啊，衣服是站街装。他为什么要穿两件？可能还没配完吧。哦，他要四件套，水月减六，那就没办法。预计有六，我预计有三呢。好，预计。他这样加速怎么会不够？他是差几段数啊？哦，有差加速，难怪需要这么多。几段怎么看？柔弱的小黄金，然后拿凌雪的武器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？你这边对吧？对，你的十七号了吗？神奇不会拖太远，为什么？你不是要跟车吗？哦，对哦。那你刚才不是说你什么神奇三十分钟？我神奇要30分钟。你没有工会吗？没有。哎，我也没有工会，太久没上了。被踢了，我神奇30分钟。快笑死！哇！他完全没有跟过车，我还有成就呢。欢迎来到这里。哦。靠8888加是什么意思？刷怪的吗？哦，等一下，就这个。刷，不是刷怪，他会写耗气刷怪，升级8分钟那个夜门二狗。这就是我昨天所说的互刷团。就是他们会两边会挂个地方，然后给人家打。哦，然后就跟着云走就好，云是对走。就是。
我们二人这边。他开音，他开声音了。嗯，因为他要指挥。我们二人这边看一下那个任务，接好任务，我们先出门。他们的二人跟浩气两边会有个，就是两边的团长是一起的，然后他们会把两边的人招到一个地方，然后互打，他会教你怎么互打。然后一般人如果没有这个八分钟的话，就是去组那什么浩气刷怪，就看你看浩气加那种就是刷怪跟车团。对。就然后其他，对，但是也不是每个滴滴都那么认真，而且他们抢怪抢很凶，就可能一次三，不知道谁。希望二也。好奇这边也看一下，所有人都看自己的任务接了，看你接任务了吧。骑马，大家都骑马。早说嘛，完蛋了，分多大？我再看一下位置。有人骑大象哎、欸！有人第二个波点。你看得到你旁边那个？好可爱哦！那是什么？冲子的吗？冲霄的，好像是这骑的冲霄吧。对，你看这期他是这期的冲销，去阅读冲销看，超级可爱，受不了。穷穷的，大家过来一点，过来快一点，看电影，电影。这期的和服都要买，你还要买哦？所以我不知道干嘛。臭臭。韩爹过来，能听到吗？来，好，来，好，杀恶人，好，好，杀恶人，好气杀恶人，不是好气。不过他们会原地死，四百，然后我们是要在一起给他们杀，他们会有几个，他们会几个？不能拖，拖装会没分。待机末了是不是？刚刚任务的，该玩，他们赛季末该玩装完装，所以人数变比较少。460分，我们十分钟的时候上下，十分钟，你到十分再按起来。你也不用，你十分的时候再起来，因为我们因为跟车的机制就是三分钟内杀同个人是没有分数的。所以我们十分后会起来，跑上到那个龙门的那个复活点接任务，好，个人谷。你跑到昆仑的时候，找霸族，找霸族，他们进去那个恶人。我还要买太多了，我买两个挂包，还买了松果。你很饿哦。结果我挂包现在才吃完。
所以我没有，我把中明药当下午茶，结果我下午茶还在吃挂包，你怎么？我太高估我自己了。我本来想说，嗯，我一定行。我要钱拉我的呢。你可以自己请来啊。我喜欢人家拉我。真是的，看看我有没有拉到进来。他没有放进来。哦，有。我是雪哥哎、欸，雪哥在这个很强，好不好？雪哥在对刷超强，明明就只有两个雪哥。昆仑那边有些那个好奇上山的农民，过去你只要不你做马，他就来追。做不住。所有人原地起来，就像以后不要死。你说你 A 这边有帮会吗？不知道我 A 这边没有反应，他改掉了是吧？他改掉了吧？我还要重加帮会。什么帮会愿意加我的呢？你应该也没帮会吧？看你那个没有神奇，应该就是没帮会。你干嘛？没了，900亿的，还没，940，还有第三波，通常会打三波。那我现在要个人这边还是所有人盈利？那个，我也是哎、欸，你也是啊。然后花间树人哦，刚才明明可以看，突然就坏了。其他人，我也是哎、欸，我按 K 然后一直等一下。好奇这边还有18秒，我也是。哎，18秒。好啊，开直播包，开始。一个血啊！消失了，星星呢？那耗子也是所有人原地，原来只有三个，是真的痛啊！原地七，杀二人，杀耗子这人，要来快。主人实在是花太多时间了。我没事，有杀完了。好听。挂着也可以，挂着也可以。放到这个。我觉得可以。那边是因为他们是 DPS， 他们要杀我们，就这最后一波了，他不用全部人都杀，也可以满分。对，好的，谢谢大家，可以溜了，回营地就好，谢谢大家。对，解完了，散会了。这个八分钟团就是这么快，你退组，我重新组你。
好，我们去传点吧。你要努力，你要努力的，还是挂着等二十分钟？努力的，还是我们直接去传点，一直用世界传夫去到那个去到那什么巴黎哦？我还有19分钟，当然是世界传夫。好吧，走吧，在哪？是。是你们的怎样？怎样？你没有试过气球，你就知道了。哦、我玩过气球。不知道天何时才会到达目的地。气球就是只涂有外表。但气球的轻功很美啊。只有涂有外表。才华才华。美就够了，好吧。来喽，还是要降吧。这边世界传夫，好像我记得可以先到扬州吧。我们到扬州再转，去扬州顺便接大战吧。哦好，可是我没有用小船。哦，所以用小船吗？我记得小乘五就是能用就用，除非你我还得金刀，然后只能用一赛季，太亏了。我用预禁武器，不然就预禁吧，对啊，你就用预禁的吧。我还欠桃子十颗六级五彩石，无形石，无形石啊，哦，无形石，我还欠桃子十颗，十颗五彩石、啊，你是有十把武器吗？那你要接大战吗？你要？一起打仗吗？你要对，我要。你是什么八了吗？才六还敢收？哎，我没钱哦。你也这钱很好赚哦。哦，我的台服有八。我台服也有八呀。台服有的是钱。为什么台服就有钱？因为台服。台服也才1:188而已啊。因为台服这么久赛季以来，而且台服，我就算现在没钱，我从桃子那边我也有钱，桃子很多钱。他亲友给他两三百砖，他说随便有没钱就找他。好，我记得这句话了。对啊，他说台服没钱就找他。好，我记得了，也算我的吧。你的可能就你哦，那你可能又要动用我的关系。请问可以救助我吗？那你看你要怎么讨好我喽？走四通八达的官道，非我莫属啊！去巴黎。巴黎哦，巴黎。对，巴黎，巴黎郡。我没有去过巴黎。你没去过巴黎？他不让我选点，他只让我点。那你去洛道可以吗？没关系，他让我选了巴黎，可是不能选哪一个点。没关系，没有没有，不用选，就按80而已，他会把你送到中间，我们就要去中间。Oh. 花老师，哎、欸，奶妈的好处就是无限，自打赢了，花钱丐帮。裂开，一只小轻功。大家都有行，大家都有握针，然后你自己有两瞬发行气血，然后又没事就可以。哦，对啊，就不被控啊，因为你已经保持好状态啊。好了，外公兵。因为奶花拥挤着。对，被减肥，我看到了。要把那个效果放在下面，这样好像很明显。嗯，看哥，因为我是放右边，我是放我角色的右边。不，我要跟他一样。自身控制，放在读条跟读条换位置，没问题。
到了吗？我按到下车了。没关系，你就轻功飞到三字点。想要外观，想外，小外观花钱呢、啊。小外观花钱呢、啊。你那只你要称标吗？还是未明盲？我那给你称吧。没事啊，说不定他根本就没有那个。哎呦，他按键全部被他改掉了。打 GG 是演不是就是越少按键越好吗？不是，他们那个按键。等一下，没有帮会。我要去加班会，不行，受不了，我没办法。我前几天也是，我前几天也是慢慢的打，好啊。人收。哇，那个找好听一点的啊、哦。找好听一点，要人家肯加我。有什么好不肯的？奇怪哎、欸。嗯，愿意收我。收小新手吗？总会有人的吧？你是世界屏吗？啊，对啊，我世界屏跟地图屏。阵营屏也好。哎、欸，他有标识哎、欸。怎么没人要加我呢？萌吗？萌萌萌，他说萌吗？萌。尚在战斗中，攻体受限，无法施展。尚在战斗中，攻体受限，无法施展。敲萌。尚在战斗中，攻体受限，无法施展。奇怪，因为你没有帮会，你要怎么骑吗？有个叫做连晚风袭残阳，这个帮会有跑有七等吗？四等帮会，傻眼。那还有骑马吗？骑马是哪一个？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骑马？那为什么我上不了啊？我重开看看哦。尚在战斗中，攻体受限，无法施展。那我等一下啊、哦，我先看这个，如果有的话，你要看你要不要进来。我们要大帮的话，我们再换。落叶风清扬。我先拿过来，拿过来骑个马吧，不然骑没有骑马身心太痛苦了。就在玩。星期四，这里工坊说好不好？这边工坊要排队，你看。要排队。可以吗？不知道，我现在上不了马。你按 K 就知道他有没有骑马了。骑马是哪一个 ？T。我是说，我要看哪一个才知道他有没有骑马。我有美吧？哦。你是听风吹雪、啊。
风趣的是什么？风趣也是。雪卷书意吗？你说班会吗？落年年。我的班会叫做什么？连晚风夕残残阳。虽然落但有梦。他没有，我应该加桃子的班会，桃子班会我会送钱。这么好，哪里啊？但是 要去打那些才会送。要打什么？要打什么？可能工会啊，或者是什么上十三段啊。哦，他说什么？然后还是才会有送，因为或者是打班会有点那个积分才会送。他说他都靠这个赚钱。5v5有吗？应该有，我们先走吧。我也不是，你也加一个班会吧，你随便加一个班会看看，你看有没有跑上。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？嗯，你就地图兵或世界兵开始喊吧。这个烂班位竟然没有，竟然没办法骑马，好尴尬、哦。那你们，你可以骑马吗？尚在战斗中，攻体受限，无法施展。我的神行已经变15分钟，但是我的马没有。五级帮。我重跑试试。嗯？对，你直接按，你直接返回角色就好。那你可以了吗？我没有办法上马。那就拖一定要再换。对，我你那边可以吗？我先看。尚在战斗中，攻体受限，无法施展。是不是因为我们先提早北火的关系？攻体受限，无法施展。班会 QQ 群，我没有 QQ 啊。我没有班会 QQ 跟班会外外。爱蜜你加 QQ 啊？对啊，我说他会 QQ 群，小可爱可以加一下呢。我说好呢，我什么时候加再收喽？前面有红米呢，我还是别离太远。尚在这种走路的，走路草。你要跑、啊？你跑着就能保护我。尚在调息之中，旁边已经打起来了，好刺激哦！好刺激哦！追！太远了，够不着。多多人，多多人。风清扬，落叶风清扬。静待片刻方可。尚在调息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刚刚是他有一个班会的名字，就是这个名字。还是我是看到帮主，应该是看到。好笨啊！啊！真的掉下去了！还以为你被打，扶摇扶摇扶摇！太棒了！走走。好，有点急，冲啊！小奶爸更好多，小奶。我前面已经死了，看我了，看我了。谁看你？
还有一个名叫他。没有吧，大小攻防事先补贴，我们做错方了，是他推掉还来得及啊，是他推掉还来得及啊，四千欸，多吗？可是他大小攻防都跟欸，不多啊，大小攻防不会要跟全场吧，应该是判战阶级积分吧，是吗？嗯，就跟桃子啊，桃子他们如果你只要跟整场好像一次给一万吧，真的啊，怎么知道我跟整场截图啊，看，可能跟那个吧，跟班会团吧，班会自己开一团，你要跟着班会团打，应该就知道。扶摇七，买进。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，我也可以。我是不是条件下太低了？嗯，反正要搬换，要换搬换，你再换就好。嗯，来个福利宝。没做事怎么拿福利呢？好了吗？我要走了。走。哎，为什么你的马看起来很帅？我是融雪，跑速才100，连绿之风都还不如。可是我有马具，马具加三个加起来12趴，因为它跟台服以前一样，不是会有那个。活动会送一只的美好，我是一只美好去领马具的。大家真的好无聊哦，还会来结账，而且还是这么多人结账。他们结账都。大爷，魏明，看你想不想蹭，你想把蹭满就去。
大罩还没进，大眼盘自动。我去招人，那我直接跳哦。啊？我直接进去哦、跳什么？好，你进去吧。我怕我被揍。你又没开阵营，怕什么？我有开啊，我从这里过来。我来到这样，太对，太对，太对。他给我吞月呢，你打花剑给我吞月干啥呀？你怎么死了吧？这长剑给他买，找死！8000兄弟，你冲锋冲锋，打到卧阵区了，舒服了，没卧阵了，出不了阵法，是。他觉得是一按道吧。哦，鸣叫花间等一来吗？2324666。鸣花可有说法？好多本哦，这真的是很棒哎！台服都没有了。这就是陆服。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们团招有够多，你玩什么东西都会有人陪你玩，你就算你连吃鸡闪牌都闪得进去，而且不用等很久。台服也闪得进去啊，可是现在不行。嗯，但陆服闪牌的时间会比你台服主牌的时间还要快。嗯，行吧。2616。嗯。2616，我在写插件。插件为什么要用数字？那个技能会有 ID， 每个技能会有 ID， 我要写进去。他打中文不好吗？因为这个要打，因为这个你只要输入 ID， 它就会直接出现。你说设置监控那里啊？嗯。啊，对，我也要升新的那个创建。我在设置技能增强，然后如果你是要写监控的话，你要打名字进去。隐藏消失的是什
图图是坏女人。你有跳出一个视窗吗？没有。我刚才跳出一个视窗，游戏出现新版本，是否立即重启？现在？对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我就按否了。至少要打完这把。倒计时不倒计时，你按 Ctrl 你就知道他的 ID。哦，14963。然后如果真的不对，你发现怎么写都不对，你要自己去改图案。你把那个图案，那个你开直，你打完这个网开直播吧。上了。投安否，欢迎在跟踪。因为我只有成就，我没有打过大战。这样要敌意同心宝箱。老子在混，我在混。好，开，你把直播画面换。有。14963。就直接复制过去就好了。怎么复制？你在那个，你按 Ctrl 点它，哎、欸，不是 Ctrl 还是 Shift？ 我看一下。Ctrl， 点那个技能。点了吗？对，你看，你看左边团队有他的名字。你就直接把那一串 Ctrl C Ctrl B 过去。在目标的目标监控。我知道我发生什么事。你要添加。我知道啊。就是。它就长这样。然后右键，然后手动添加 ID， 把刚才那一串数字丢进去。Ctrl 一是什么？对对，好。有没捕捉到吗？没关系，然后你按，你对自己按 F。
静待片刻方可。是啊，你为什么你没有？为什么？没有，没有。等一下哦，有进来了。然后为什么你的那两个会一直显示着？我就是要加这样子啊。你这样显示着，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丢？你他左边那两个，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丢？我想要让他倒着进 CD 会变成进 CD 的样子。哦。进 CD 的样子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这个，应该是我使用了之后，它倒回去，像这样子。你想要监控它的 CD？ 对，应该是可以的呀。等一下，我来帮你试。22320乱天浪，22320乱天浪。启用监控，乱天狼，22320，但为什么你是亮着？你看我的乱天狼，我刚才随便乱写了一个，我直接给你看。反应叫什么？反应，你就打反应，应该就找到。为什么要写反应？这个打狙击不会很吵啊？不会啊，我以前打狙击的时候就这样。水月一过去，他水月我就不放他在风内。一过去，天就知道了。对。怎样？你这个是暗的，是不是？你按的就是放了之后才会叫，我才会显示。为什么你的水月折页那些你根本就没有丢？为什么你的是亮的？因为我有按啊。把这个关掉了。哦。但是，我怎么记得本来就不能监控 CD？ 是哦，好吧。对，可以，只能监控你的 buff 有没有在身上。那如果我要把技能条拉出来，外面怎么拉？你说下面的技能条吗？嗯，我这边也建一个这个。好，那个 ESC 游戏设置里面应该会有一个，我找一下，你快捷栏设定应该有个自定义快捷二，把它打开。你刚才那个不是盖那个，你刚才有用了设置，然后打开，右边那个右边自定义，对，上面那个按打开。右边对对对，然后下面有行数跟格子，它一次是一行十六格，就是等于你下面那个一行十六格，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几行几格，反正最多就是十六格，可能你调四行就是四乘四之类的。好，你先这样子，然后应用我就，然后让你看样子 ，ESC 自定义界面，你把最下面有个扩充，一点二呢？等一下哦。啊，我知道你没放技能。那个 ESC， 你再回到盖，对对对。然后，你回到盖是吧？
对对对，你显示背景会比较明显。这就可以了。对，这你不是要看，你不是想要看你的技能？水哦。我要放什么？我要放快捷蓝鱼。我怎么知道？然后如果你不想要那么多个，你就自己去干那边调就好。怎么调？就像是应该我记得可以变低。哦，这里。对啊，你把对对对，你把总个，如果看一下。好，快捷蓝鱼锁，按 Shift 键。因为有人特别把那个用出来是放那个念语那些的。对对对，快捷蓝鱼锁，按 Shift 键解锁。但是我的键盘其实跟你蛮像的，给你看我的，就是我每一只都是长这样，每一只键位都长这样。学我，学我，你才学我。这些东西都不是我拉的，好不好？就，但是我也习惯这样已经习惯就。你的对话键不是在 F， 你有去改对话键？嗯，我用 Auto。这夜龙吧。我去尿尿一下。尚在调息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别来了，小红这样来跳东西。尚在调息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好，回来了。尚在调息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为什么？那就对，不然就看下面这个啊，你反正你都放在下面这一排。六个，只要六个，要六。不是那个界面，对的，游戏设置哦，状态就关机了。咦？再重摆一次吧。迎风龙花水月新楼，春泥。这是减控，减控。这个是大家，这个是减伤。那你不如把新哦，我想说你不如把新楼跟水月互换，也就是上新楼跟太阴，新楼跟太阴是解控，然后水，然后中间两个是大招，下面两个是大家。春泥，春泥会补血，会减伤，所以春泥是一个很重要的，跟水月一样，水月是瞬发，就是春泥跟水月就是两个最重要的东西，一个是瞬间奶血，然后一个是预判的东西，就是你在面对到对面的 DPS 大招的时候，优先是给减伤，不是先给大家，这是奶。对，这是奶妈的特点，就是今天好了，今天你看到风来无山，他在风来无山里面，你知道要给东西，对，但是你知道给东西，对，你知道先给减伤的射手就是减伤，就是优先是先给减伤，再给大家，嗯，这就是奶妈的特点，对。我们现在要去哪？嗯，我们先回那个吧。我们啊，我太习惯去成都，不要去成都，我们去。太远吧，还是你成都？我平常是比较习惯在长安的、啊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所以是哎，你是
这是新长安吗？我是去长安城啊。这个、哦？对啊，我平常都去。我以前也是。奶秀我是。对。只是后来是因为队伍关系，所以才因为才会在成都看到我。那我以前都在长安城或扬州。哦，